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新作品吗？介绍一下，就是非常的好听，特别的好听，超级好听。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有没有提前通知俊俊呢？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就给那个给龚俊，我说你要在北京的时候要过来看，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。龚俊登场。今天能来到这里，我很开心，也很紧张。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个歌舞双废啊。如果你要组个男团，你想邀请谁一起成团？如果真的要组个组合的话，那我觉得和我最匹配的人也就只能是张老师了啊。把美丽的人聚集在一起。我今天呢也给筑梦官龚俊准备了一份小的礼物，就是在你椅子上的。可以说一下当时在台上看到龚老师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？都是套路。你愿意评价一下现在的龚老师吗？我觉得还挺适合现在的自己吧，比较适合我。甜甜的夏日气息。说好了不联络，早期的牙刷你们是不是也会选错？太厉害了！首歌哼唱着接连着，尤其在夜里唱着你的美好，我逃不掉，逃不掉。第一次看这种旋律，我感觉就像是沉浸式的体验。前进的手往前跑，心提着彼此的心跳，就这样跑着跑着，就像是看一部偶像剧，有代入感。他为何身影只剩一半？我站在原地看着过往，承诺都消散。出现过了，说好了别再相互牵折磨，说好了，说好了，说好以后不联络，说好了，说好了，不是全都说的，我说了都说了，说分开以后别难过。这首歌好炸，真的好炸，对。说好了，说好了，说好以后不联络。龚俊。张老师表演就非常燃，非常开心，跟大家一起嗨起来了。嗯，对，我听说啊，张老师是创造营 vocal 能力提升最快的学员，有没有什么提升 vocal 的经验，能不能传授给我？没有，能，让我也学学。啊，龚俊老师，笑我干嘛？你要坚强啊，请用唱歌的方式，夸赞本组表演。爱你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好喜欢你呜呼，爱你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那实在是太帅了，就留在岛上吧，别吓倒了。决赛圈见，加油！